真实法啦，要面对人间的困难重重啊，必定爱设方便法。佛陀呢，照遍了幸福两岸呐，在四十几年间呢，无不多事来看人间事啊，说人间法，引入呢，这个出世间的道理，所以将阿含也走入红顶，这个佛者呢，才来到佛花，安尼呢，已经是四十二年啦。其实呢，第一说法的是啥？华严，华严就是佛心的境界啊！好、哦，因海果海迄粒好芒呢，会当同我讲涵盖呢宇宙万物的道理，那就是觉性啊！大地众生啊，人人都有迄个觉性，只是呢，咱就是凡夫累世啦。第六道中啊，所以已经呢成为习气，这个无明的习气啊，就是呢带在六道的内底。所以咱呢人啊，那是为善都浮起来，为恶都沉落去，都是在这个六道中啊，浮浮沉沉嘛。无定性啦，这叫做凡夫不懂啊，不断的爱来人间啊，一处过一处啊，真期待人人觉醒会当启悟，所以啊，伊都爱设无量方便法吼，所以呢，是实即一，那要个回修道等来呢，都、就是啊。一真实法就是一、哦、所以佛陀所觉悟的那个真实法呢，就亲像好梦共款啦，就是种在咱人人的心中一念的本性啦。所以咱人人共款有一念的本性，不过呢，咱嘛是在这个芸芸众生中啊，安尼不断的在咧。受污染，不断的在咧烦恼中啊，制造真多的业，真多的业啊，这呢都是啊人间事吼。所以佛陀呢，将这个人间事引入呢出世间的道理，所以是实即一吼，这个实就是本性。人人的真实性吼，就是一，这个道理就是干那一行呢，定要回归呢，人人清净的本性，所以一即无量，因为呢，人人本来都有这念的善，人性本善嘛，人人呢就是有这念依佛同定如来本性，就是。一即无量，但是呢，无明一佛白落去呢，变成了呢，这个善恶无忌，恶的甲咱有因呐，咱就对恶的去，这个恶的习气呢，一直培养家己，所以变成了呢，爱发脾气呀、啊，贪啊、嗔啊、痴啊，这种呢恶念嘛，都不断复制、复制、再复制。所以啊，一即无量。当然，伊复制恶啊，同款，伊嘛会复制善呐。所以佛陀呢，就是要甲这因因众生不断复制恶的因，不断的因导因导呢，第一个高中的因呐、啊，要搁再慢慢的该恢复这个善的因。所以啊。无量积业，要把这些习气啦，该回修道等来去掉呢，
无明的习气，回归呢一念清净的心，所以无量寂一的无量义经啊，若一转，若二转，若三转，哇，不断地的转呐、啊，意思就是讲，在这个无量义经有真多真多的道理，你爱不断的、不断的去读诵，不断的去体会、去了解，了解一处呢，就是继续演说无量义经一遍的道理。所以尽思清行道啊，住在人间路。那么将这个无量义呢，在咱净思的道场不断反反复复，要启发咱的心，会当清清行净止，要爱引导人人开启了住在宗门呢，走入人群中去。这敢唔就是呢？在这个无量义不断地在转呢，在不断转啊，不断读诵啊，不断了解啊，这呢就是叫做若一转，达刚在这个无量义中转，就是达刚呢，都亲像在咧演说一遍呢，的无量义经吼，所以。佛以精智点转上升为无量义，就是这个一粒精智不断不断点转，那变成了无量义。为着要对因缘众生，才开始开启呢一种方便法啊，看顶弯道吼，安尼看看看啊看啊，看四十多年。人间寿命有数啦，佛陀出现人间，甲众生同款，寿命八十吧。所以呢，不得不赶紧呢，把这个方便法赶紧修等啊，变为一实法吼、哦，那就是呢成佛。那要安怎才会当成佛啊？众生皆有如来法性，咱人人都是有咯吼。哦，所以啊，让大家人知道，但是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发生来，你就要先去付出，所以要行菩萨道。所以不断的这个精进复制复制，不断的去教化众生。各位，时间短暂嘛，大家人要把握时时用心嘛，原来发在好梦中啊！所以呢，启发了一念的心，咱都有无量无数的毅力入心来，所以还是爱多用心啊！